天价一直是国民党最大的原则。陈小文谁的人啊？国民党没有陈小文陈部长，我不知道是国民党的人哈，但是大家都历历在目了。真的，大家没有这么快遗忘。台湾虽然容易遗忘，但是我们不会遗忘的，对不对？国民党过去都是砍价凶手，对不对？到今天还要打地球吗？奇怪，没关系哈。那个，如果说对，没关系。如果说哈，国民党现在要证明你们真的跟台仔，请你们现在到议场里面，不管你们现在主席台也好，还是你们要用什么方法，不要让民进党强行的表决。我们真的请国民党的立委现在回到议场。